我们趁着 Amy 的假期又来吉隆坡来转一转。今天我们在吉隆坡怎么样？找点什么好吃的？哎，跑掉了，真是。今天我们准备来吃个素菜。我们在甲洞，现在在甲洞。福田苑这家素菜，很厉害，听说很厉害。这家素菜到底厉害在哪里？我们进去跟大家再分享一下。这边现在客人也坐了，好像也有。华人还印度人还挺多的，我感觉是啊，反正各式各样的都有，吃素的，2块钱啊这边啊，三菜一饭2块，是素菜是吧？纯素的，哇、哦，那你们怎么做的这个？看看啊，不能想象啊，那你们怎么能做到三块2块钱三菜的呢？啊，几十年了，好的，我们看一下啊。哇、哦，真的是啊，很久历史了是吧？有好几十年了。您是当地本地的附近的是吧？附近的居民啊、哦，是好的好的。我们看一下您的就是2块钱三菜的是吧？哦，好的好的，我们也感受一下，谢谢啊谢谢。哇，真的是很热心啊，很热情，真的。哇，这边啊、哦、这边有写的，就是每克2块的中英文对比，真的三菜一饭。哎呀，真的是。太令人想不到了！哇，印度朋友都吃完了，看排队，有点类似于那个有赞助的怎么样的，或者老板补贴的，就是这样子。要不然我觉得根本就卖不了这么便宜的。好的，来看一下啊，打饭，这个是啊青菜豆腐，爱吃豆腐的，这素菜的话，豆腐炖的话超级好吃，它就是十几种就是这样的。啊，素菜有菜，青菜、白菜，有豆腐，这个是炸的豆腐，里面豆腐就有好几种，是吧？哦，好，谢谢。哦，这是冬至了，是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冬至吃汤圆也是店家提供的，哇、哦，我们自己都还没吃过汤圆呢。啊，这里也看到有云吞面、咖喱面、清汤面，都是2块半的，哇，太好了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些甜品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这边就买单，还是我的咖喱面是吧？太好了，完汤头也很浓啊。它有这样的配料的，它不只是面，2块半的也加了很多的。好的，谢谢，给我们做完了。其实也很快的是吧？动作也很快，就现点的也很快。啊，对，好，谢谢谢谢啊，给我拿一份来。哪个不好拿？这个是饭的，哇、哦，这么多啊！真的是，来，行走的素菜，这个是咖喱面，谁想吃这个？这是你的，哇、哦，很好啊！这个视觉上面就给我很震撼的，四个配菜，青菜，这个是应该是豆腐做的，一个炸的，一个水饺，然后一点点这样的豆腐。那你吃得完吗？这一份啊，先来块西瓜，这么好的，这生活过得这么开心的，在马来西亚咖喱面哦，真的超级好。我们是上海的，是，但是我们是住在马来西亚的，我们是住在吉隆，住在马六甲的。哦，你住在马六甲，对，我们是住在啊，我们啊，对，我们马六甲，我们趁着假期过来，就是啊玩一玩，好。我以为你做记者，现场拍。没有没有，我们就自己拍着分享一下跟我们的朋友啊，对，是没有椰浆的是吧？就是咖喱面，哦，是有椰浆，有点像拉萨的那种感觉，椰浆也是也属于荤的，哦，椰浆也属于荤的，哦，这个我第一次听说，哦，是这样的，好的不好能的，代谢替谢，这个是素的，就是讲健康的，就是对，像之哦，前就是吃这个咖喱面是吧？咖喱面，哦，好的好的，谢谢。真的是好热情啊！真的，给我们来说一下，怕我们就是以为我们是中国来的，第一次还不太知道是吧？对，这边我觉得挺值得推荐给，不要说外国人了，就是你马吉隆坡的那些朋友，怎么在市区待得久的，有时候吃的东西，很少有机会能吃到它这属样于的。慈善的，都2块钱，它是亏本卖的。你说汤圆瞎说呢，原来真的是是汤汤圆。圆呀，真的是冬至了呀！今天正好赶上今天冬至啊。啊，今天冬至，好多朋友给我也不知道，日子过糊涂了。好多朋友发那冬个至的消息的时候，啊，汤圆是对这吧？个
祝贺给我，早上一起来打开手机，叮叮叮叮响个不停。我很好奇这个云吞里面是什么馅儿？云吞里面试一下。它素的吗？啊，对。是什么？豆腐。素菜。素菜，它是各类杂菜放一起的吗？啊、嗯哦，这样的做了一个馅料是吧？各式各样的。比我们外面买的还要用料实在，还要多，真是。老板真的是。能多给就多给，能少算就少算。在马来西亚其实做素菜挺不容易，成本挺高。成本挺高的，马来西亚素菜挺贵的，价格不便宜啊，比我们起码比中国的要贵，是吧？爱吃肉的小朋友，这个素菜好吃吗 ？Vegetable 好吃吗？烧的好吃，我们自己家里烧的素菜他不都爱吃的，真的。这边烧的味道好，自己家里烧的清汤寡水的。它的云吞面味道还不错的。啊，是，它的素菜也烧的。色泽也很好，我感觉很入味的。我来对比一下 Amy 的这个面啊，云吞面，嗯，调的味道很足哎，真的是。它的云吞面很好啊，你也吃我的，对。你的咖喱这个咖喱的 MBH 咖喱的，挺辣的。我们来咖喱的是粉。哎、啊，粉来互相分享一下啊。它的这个咖喱怎么样？先采访一下 Emily。还有点辣，有可能太辣了，它太辣了，它咖喱挺辣的，但它的味挺正的，真的是。我们也没有机会见到老板，什么时候有机会要感谢一下他？等会你可以意思一下、支持一下。吃了啊，吃了这一顿真的是挺感动的，然后满满的爱心在里面。就马六甲不是也有一家我们的杂饭店，三块钱两菜一肉。他那个是。一基督的耶稣的耶稣，这个是佛信佛的，对，这是佛教的，反正爱心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就是善良的心是一样。其实不管哪个宗教，你帮助别人的心都是一样的，对吧？所以我们都要支持一下。我连汤都喝完了，这个店家的一份爱心真的不能浪费哦。哦，试一下。哎呦，还不给我？给你留一个，今天冬至，每人要吃一粒啊。对，我也要给我留一粒。哎，这个妈咪把它吃了。我觉得你看他这个叉烧素叉烧，这不真的很像叉烧啊？对，这你来吧，我觉得他们的量打得很大，我是维持的，不浪费的原则已经到我的了。OK OK， 好的好的，这边吃完都自己收拾一下，省得给店家来增加什么人手啊，也要请人怎么样的？拿好你的杯子。啊，现在我们来的时候刚才还好，哎，正好时间挺好，现在客人都开始排队了啊，又出了很多菜啦，看看。哎，真的是这样不停的，好像刚刚又有几个刚才没有的菜了，太好了！里面感觉有那个古老肉的那个感觉啊，那个菜。好，我们下次再过来，下次再过来再试一下。哇，真的是太好了 ！Hi， Hello， 特别的热情。哇，已经到门口了，这个人排的，我们赶紧挪腾位置给别人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一下福田苑这个甲洞的一个超级。好吃，然后量又足的，价格又便宜的素菜，真的是太好了！感谢老板啊！孟加兰是吧？啊，孟加兰不算。哦，是不是不算甲洞的是吧？哦，孟加，那我们说错了半天了，真的是。还要再过去哦，谢谢啊，哥。孟加兰，哦，孟加兰 ，OK， 前面都说错了啊，大家更正一下。孟加兰的国恋啊，国恋花园吗？哦，国啊，反正我们也就啊，是谢谢、啊。马来西亚人听到就知道了，马来西亚人听到就知道了啊，我们的哦，是，好的，了解了啊，我们补充一下。哎呦，谢谢，我们就在孟加兰是吧？这个是。素菜馆福田苑，太好吃了。高恋花园不是，高恋花园、啊、我们到时候会把地址放在我们的链接里面大家过来啊，不要听我们说，是是是。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